23日，据放送界相关人员消息，刚刚发表了新专辑回归歌谣界的 icon 将于31日进行 MBC 热门综艺《一周的偶像》的录制，这也是他们此次回归后出演的首档综艺节目。另外，据悉此次也是他们在2015年出道2年后首次出演该节目，精彩表现令人期待。icon 出演的《一周的偶像》预计于6月份首周播出，网友看到后也纷纷留言，期待 icon 的综艺终于来了，我康出道后第一个全体的综艺，期待你们靠自己的才华和魅力征服更多的人。